我一建议啊、哦，他生日到，我们买个蛋糕来回来，帮他吹一个蛋糕。因为你想吃蛋糕，今天买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巧克力的，他更想吃蛋糕，我确定。西装头梳起来，哎呀，这件衣服好可爱呀、啊！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晚餐了。哎，你下来了。哎呀，又换衣服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西装头梳起来。哦，好帅啊你！好了，宝贝，吃饭吧。好，来。喝点果汁。嗯，果汁。哎，我们在讲话，你们都没有人理我们。对，哎，他等下切蛋糕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跟他切蛋糕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赶快先切了，等等。啊，他要睡觉，他八点半要睡觉、啊那个。我们就拿在那边切吧。谁的 birthday 啊？弟弟五个月啊。哦。耶，我们马上就到我们了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五拍完啊、哦，我们弄个十，先把 Jasper 十岁生日先给他照进去算了。那也太惨了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那你先过来，你跟大家过来。你抱着他，我给他自己拍一个。好，没有你啊。好，好可以吗？ Okay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Cinderella. Kiss you. Happy birthday to Hong Hong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他要吹了，他要吹蛋糕了。One, two, three, yeah! 超级棒棒吹！呼耶！哥哥来，哥哥来，跟弟弟照张。呀、yeah, ，你照他们两个哈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噔噔噔噔，你刚说看前面，噔噔噔噔噔。